超级感谢750元的 donate。哇，这个人到底是多爱达美乐跟双响炮啊！放心，等我刮到一台宾士车之后，我肯定请你吃到吐的。OK， 正片开始。嗨，各位宝咖咖，我是乐咖。本套服装感谢 NONO 赞助播出。啊，你姐姐叫做 Yes Yes 吗？魔术大师本人已经饿了好几天啦，准备把这些人吃光。好，见面了。我的第一个目标就决定是你啦，八号。你是什么？哎呦，你要干嘛？可恶，怎么突然跑进来一个十号啊？不要跟着我啦！十号走开啦！十号走开！讨厌你，这样子我不就没有办法吃掉？哎，什么情况？十号直接面刀，还是前先吃一个？十号把八号刀了，十号面刀，我觉得他应该是想要刀我了，但是刀到八号了，因为十号跟八号一直黏着我，我们这一轮就先票十吧。OK， 出十。八号，我是第一次抢到乐咖的粉丝场，我好开心哦。这是在发表什么得奖感言吗？其实这不是粉丝场，只是路人局而已。好啦，恭喜你获得撞到乐咖奖。那就先投十。嗯，好，十号面刀嘛，那十号我让你带一个走，你本来到一号嘛，然后结果刀到八号，那我跟你说，一号是市长，你就拒他吧，拜拜。哎呦，这九号大姐头很会啊，还可以这样子钓狙击手的吗？学起来了，学起来了，请接受小弟我一拜。哎，刚刚那个七号在刷牙嘛，然后本来要刷 ID， 结果那个月亮是刚好火灾，二号在我旁边，我都可以保二的啦。我第一次抢到乐咖的粉丝团，我好开心，我还没抢到 RY 的。RY 的晚上8点钟。听说经常你跟 RY 玩神之乱斗，他都到你对不对，乐咖？你说的真是太对了，你看他每次都欺负我。哎、欸，阿 Y 啊，你的小混叔想玩粉丝场啊，怎么办？好啦，二号，既然抢到阿 Y 的，那你就在我这边将就一下吧。虽然说这场是路人局，但是到哪里都遇得到宝咖咖和小 Y 啊。现在通讯中断，结果又是让我这个魔术师来解，好人们应该可以把我认好吧？我第一次抢到，我好开心。乐咖，我要一直跟你抱团。那我可就头痛了。乐咖，你肉条有动吗？有啊，有动吧？有动吧？把这个二号吃掉！哎呀，暂且饶你一命啊！七号是那个线人，我想一下，我是士兵啦，刚只是随便枪的，对啊。一连就是还没想好要怎么辩解刀到线人。虽然说你可以帮我刀人，但是现在剩下的我自己来就行啦。十一号，拜拜。那我们就票十一号吧，反正你也没有用处了。我觉得有刀的就先出啦，票十一号，他不一定是真的士兵。对呀，啊，我刚才一直跟乐乐他抱团，不是我们两个哦。那这边先出十一啦，汪汪，先出十一汪汪。然后我这边我在跟乐乐他抱团，啊，五号就一直过来，很烦那五号。那就先投十一。二号，我原本要跟你走，我是要去做人，好不好？然后我这边才是士兵，十一号可以出去，就这样。OK， 出十一。哦。九号不错，九号不错。九号不错哦，我是第一次抢到乐咖，粉丝场超开心。这个二号好可爱呀、啊，要跟着我是吗？没问题，我是善良的魔术师，只是偶尔会吃人而已，应该还可以吧？就当作是帮忙解紧急任务的回礼 ，OK 的啦。我这不就来帮忙解炸弹了吗？哦，原来解炸弹的是九号大姐头啊。粉丝，嗯？啊，什么东西？他刚刚说什么？乐咖，我还要跟你抱团，有点麻烦呐、啊。狼人刚好关门，帮我把二号隔开了。Hello， 死掉了，明星死了吗？喂，九号明星死了吗？还没死，还没死。明星还没死，那你是什么啊？九号，帮你操控。要帮我操控、嗯？什么意思啊？通讯中断，你假装接任务，然后偷吃一个。
然后我会闭嘴。原来你是狼啊？可以。没有。假装通讯是我解掉的。那看我终于找。好、哦，二号你要保护我，哎、欸，二号你要保护我、欸，哎。好，谁如果做任务，谁就先立刻排尸。好好好，二号带你出去玩，快点。二号，你在我肚子里保护我吧。怎么啊？我在我保护你啊？二号，你保护我。就算狼人现在放了炸弹，也已经来不及啦。啊，万事不是经常的，万事的乱乱乱动刀刀。我有看你跟阿万玩的影片，我都看了。哦，你超棒的，我快要笑死了。咦？剩下五秒钟，稳稳的啊！我就不吃人了。三、我想跟阿万跟乐开会，有人想当护士。三号你好棒，你成功保护我了。你看，我乐开。二号很棒。刚才的二号真是太可爱啦，果然去玩野场都会有意外的惊喜啊，我之后也会常去玩路人局，搞不好各位会遇到我哦。嗯，绕了左半边一大圈，一个人影都没有哎、欸。哦，总算在餐厅遇到人了。哎，宝贝，靠北嘞，靠北嘞。哎，我等一下会踩八号的，你放心。靠北，刚好一大堆人解完通讯回来了。我八号回来就看，哎、欸，乐咖，哎、欸，有洞，我有洞，我有洞啊，我有洞啊，我有洞，我有洞啊。二兔女啊，洞，洞，洞六洞洞，躲开啊！哇，处理掉他，八号处理掉他，赶快逃命哦！骗你的啦，骗你的啦！等我通知警长，快点开他，开他。八号枪一，我敢想刀你，然后之后你就直接把我给吞下去。我还不赶快，我还不赶快吃掉你。没有啦，他不是。哦，这十一号居然直接面刀啊！十一号面刀，十一号在接机厅面刀。那刚才我的任务才有动啊，相信三号有看到，三号、五号都有看到。哎、欸，在客房拼拼图那里，我有放水，我就沿路大喊我有放水，然后讯号中断，直接去泳池，然后放水给大家看。然后四号才刚从我旁边经过、欸，哎，好可怜哦，怎么死掉了啦？我觉得这一局有魔术师哎、欸。魔术师或掘墓人吧，这么多尸体，我没有发现任何一个。没有啦，这是一号面刀啦，一号在那个接机厅面刀四号啦。直接下去，因为乐咖经过我，其实可以直接刀我。二三都有看到我在客房拼拼图任务条有动啊。然后九号，你爸爸妈妈是在看综艺大集合吗？因为我听到九号旁边传出电视的声音，就借此转移大家的注意力，避免狼坑盘到我身上来。十一号，拜拜。开局遇到二号，是你在看、啊？是你在看哦、啊，二号。不是我啦。哦，二号这是要放水吗？放水，放水。OK， 看到二号放水了，等等就把金水吃掉吧。但先吃个三号好了。嗨，小黑。他了，让我出去了。哎、欸，你要让我帮你，我要帮你的哎、欸。为什么不小心讲脏话？你是不是看错了？他还想知道我是什么身份吗？你是什么？再吃一个九号妹妹。我是掘墓。哦、那你也用不到啊！啊，我可以帮你啊！我跟你说啦，让我吃掉你就是在帮我啦！哎，放我出去啊！是真的耶！让我吃啊！让我出来！好，你们慢慢在我胃里面消化吧。怎么都没有人呀、啊？开了，开了！发现一个挂机的。怎么又是线人啊，烦死了！
也不对啊，怎么死那么多个人啊？我好不容易在一个后花园的深处拍到一个清道夫刀的，那二号有金水我铁宝啊，那就剩这个七号断线的七号啦。等一下，你们两个里面有一个魔术师，对不对？反正很多人躲在一起，然后进去厨房，怎么没有人呢？我不知道啦。哎，二号，我跟你讲，乐咖应该是魔术师，为什么呢？因为那时候十二号跟我说一号是魔术师，我觉得十二号是线人啦、啊，乐咖是要线人的，投乐咖啦。为什么每次都会吃到线人啊？明明只要再吃一个人就可以进入魔术时间了，线人真是太可恶啦！哦哟，线人，干嘛？你想干嘛？哦哟，我刚刚真的有看到有一个人跟乐咖走进去，然后出来只剩他一个。你说的是这一幕对吗？线人真的是带刀角色的克星啊！我第三方大师居然会败在一个小小的线人手上，我努力吃那么多人干啥呢？最后也感谢我们频道会员的支持。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结束。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的话，请按个赞，并且分享出去，然后留言让我知道吧。那我们就下部影片见 ，See you next time， 拜拜。